这边的话，我加了一个 subtitle，看 life be harder，因为今年的结果真的是，大家也多多少少的听说了一些。那从我们自己观察的结果来看的话，也是挺惨烈的。对，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那疫情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那我们来先看到的是一些数字。那我这边的话没有放到这个我们所谓的哈耶普的这个录取，因为大家可能也可以想象得到说这个战况是多么的惨烈。那这边的话先放一个 Duke。那 Duke 的话他们结果出来以后那10%的这个新生马上要入学，秋天要入学的新生，他其实不是今年的申请的学生，他们这10%的学生是从去年的 gap year 来的，也就是说去年进入 Duke 的学生里面有很多人他选择了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可能有的人是不愿去上这个 online 的课，因为你 pay 一样的 tuition 你要上这个 online 的课，那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那各种原因导致说有这么多孩子他决定说，哎，第一年我就 take 一个 gap year， 那这些学生进入到了今年，那学校没有办法去随便的去增加他们的 capacity， 他们的容量是没有办法去突然一下，因为你有10%的是从去年来的，那我今年再收10%，这不可能，因为他们整个的校园也好包括他们的可以开的课也好，都是有一个上限的，所以今年的话他们这已经有很大一部分的位置是被已经是被预定了，可以这么说。那另外的话，那这个学校的 acceptance rate 直接从8.1%降到了5.8%，这个以前是我们所说的哈耶普的这个录取率了。那再来看 NYU， 那 NYU 对大部分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可以够得到的一个学校，哪怕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 reach， 但是 NYU 相对于我们的 top 20来说还是比较可以够到的一个学校。那 NYU 的话，今年收到了超过10万的这个申请。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是我们 UCLA 这个这么 popular 的一个学校收到了申请之前，那他们的录取率现在今年的话是大概在12.8%左右。那这个是他们学校的历史上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录取率。那这个录取率放在别的学校的话，大概是以前的我们的LA 的录取率。那最后的话NYU 表示呢，今年呢我们的 class 非常 diverse， OK，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diversity 这个话题最近从去年开始一直是在这个整个的升学也好，在 planning 里面我们都会不停的提到这个 diversity， 那也是对大学的这个招收新生有了一定的影响。那他20%的学生是第一代，第一代大学生，20%是 low income， 29%是这个弱势的这些 minority group。那当然这里面有 overlap，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相对于以前的他们的学生来说的话，这个数字是明显的有在增加。那除了这些学校以外呢，我们再来看到 UC， 那 UC 的话，基本上是我们的加州的孩子，你基本上90%都会去申请，因为 UC 有9个 campus， right？ 那9个 campus 的话，它从最难进的 Berkeley 和 LA， 直到比较容易进的这个 Riverside 和 Merced。 那对 UC 来说的话呢，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哪一个学生出来 OK 4.0 的 GPA 已经大概10年前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了。那今年的话，他们收到的超过50%一半以上的这个申请人的 GPA 都在4.0以上。那 UC 的话，它其实有非常明确的表示说，如果你的 GPA 比较低，但是你是在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学校，但是你的排名很高的话，但是那他们可能会录取这个学生，而不是一个很高的 GPA， 但是你的 class rank 不怎么样，你的学校非常 competitive。 OK， 那这个也是我们用这个俗话说叫做做鸡头不做凤尾啦，对啊，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意思。那另外的话 ，UC 有明确的表示说，你的 engagement， 你的这些活动，虽然说我们知道去年有这个疫情，但是你的疫情期间做的活动会影响到你的申请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你在家里面，你不用去学校，
那可能你学校的 club 很多 club 因为疫情的关系也变得不是特别的 active，但是他们还是在看说你在整个疫情期间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 virtual learning 在这个网上上课啊，上网课，这个学生你也没有肯定的时间，然后在家里面的这个闲暇的时间会比较多，另外再加上。实话实说，这个很多课相对来说，相对这个 in class 这个在学校上的课来说，变得容易了一些。OK，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在他们的闲暇时间都做了一些什么？OK，你有没有去找一些网上的可以 virtual 的 volunteer？你有没有去这个？做一些自己的 hobby，把自己的一些 hobby 捡起来也好，或者是在自己在家练也好，那包括说你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一些 program，这些东西都是他们 care 的。那这个话，UC 今年在他们的录取结果出来以后，也是明确表示，OK，你在 COVID 的阶段做了一些什么，他们非常 care。那这个的话，对我们即将要申请的这一批学生来说也非常重要。为什么？你这一整年也在家里啊，包括说我们的十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等一下的话会跟大家 go over 到一些我们疫情期间看到的一些 case。那在没有 SAT one 没有 SAT two 的情况下，你的 AP OK 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我们说的 AP 重要，不光光是你 AP 的个数。OK，这个是一个误区，很多很多，我已经见过不少的学生，不少的家长 obsessed 对 AP，我一定要上这么多 AP，因为那个学校喜欢 AP。但是还有一个方面，你要考虑到说，你的上的这些 AP，你的 GPA 可以好吗？可以拿到 A 吗？对不对？OK，那最后的话就是 major。那 major 这一块的话，那我们会顺带的讲到 UC Irvine 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major 的问题。那 UC Irvine 的话，为什么我特别把这个 Irvine 拿出来讲？因为 Irvine 已经成为了比 SD 还难进的学校。OK，这个可能会大家会有一点 surprise，但是当我意识到 Irvine 已经现在比 SD 难进了以后，我自己也非常的 surprise。从去年开始的录取结果来看的话，就已经有这个趋势。为什么？我们研究了这个 UC 整个 UC 系统在我们 Bay Area 和南加这个主要是洛杉矶和 SD 地区的这个公立高中的这个整个的录取结果，发现说 UC Irvine 的录取率比 UCSD 还低了不少。OK，那今年的话也是说，那很多的孩子被 UC Irvine 放到了这个 waitlist 上面，他们真的很喜欢把学生放到 waitlist 上面。那Irvine 表示说，他们所有的他们这个学校一共会 offer 这个85个 major，OK，这很多 major 了，但是超过一半的申请人，他们申请的这些 major 呢，都集中在其中的六个里面。OK，那在这六个里面呢，biology 超过了 computer science，超过了各种 engineering 排在了第一位。那申请光申请这个 biology 这个 major 的学生就超过了这个12000个。OK，那接下来在 biology 后排在 biology 后面的是 CS，然后 engineering，然后 psychology 和 business。OK，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些孩子他可能去申请一些冷门的 major 呢，比如说或者是 undecided，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学校有明确的表示说，你们不要 game 我们的 system，不要钻空子，也就是说用中文说，我们说不要钻空子。为什么？第一，进到了学校以后，你转 major 其实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大型的公校。那对这些比较 popular 的 major 来说，你有一个 prerequisite 需要完成。那你这个 prerequisite 怎么完成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去上一些 major 的课。那这些 major 的课，如果你不是这个 major 的学生，或者你是比如说 undecided 学生的话，你是没有那个选课的 priority 的，你很难很难去选到这方面的课。这个的话，像我们有同事，之前在 UC Irvine 毕业的，那他有提到，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也其实有提到这一块，就是说，在一些大型的公校里面，我们选课，包括我自己在 UC 的时候，UCLA 的时候，我也发现说，OK，我的选课，我选数学课的时候，比别的比比比比我的室友，我的室友，也要在他前面一批选，OK，那等到他想选的时候，已经没有课了。对，那所以我们会在申请的时候会有很多的 strategy，但是不要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
我一定可以去转到我最后想去的 major。 那 OK， 那从我们自己的观察来看的话，今年的有几个趋势，一个是刚刚已经提到了 GPA 非常重要，还是非常重要，GPA 和 AP 这个的话就不再重复了。那另外一个话是你是哪个高中的，和你的这个在你们高中的这个 rank， 刚刚有提到说非常重要，做鸡头不做凤尾嘛。对，那第三个的话是 OK， 你的选的 major 和你的整个的 profile 到底有多符合你的这个 profile， 到底有多符合你的整个application 给人的一个印象。因为刚刚我们有说到说，哎，这几个 major 真的非常 popular。那有的孩子可能会说，之前就有学生有问说，那我如果去选 history major， 会不会对我很有利？那我说，我们来看看你的 profile， 你所有的课程 STEM 为主，你所有的 activity robotics club coding class summer camp cosmos OK， 包括说在课外还有上一些coding 的，做一些 coding 的这个 tutor。我说你觉得你的 profile 这样子拿出去，别人会觉得你是真心想去学 history 吗？那这个的话，其实也发生在今年申请的一些学生上面。有的学生他可能是 bio 比较偏 bio， 他申请了 CS， 他有些学生那最后结果我就不说了。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所传统意义上的 well-rounded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说，哎，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可以，我什么从 sports 到这个等等，我都有一些些。那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情？不一定，不一定。为什么呢？现在的我自己定义的 well-rounded 和以前的，或者说多少年前的我们所谓的 well-rounded 已经很不一样了。以前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一个学生要全面发展，他要有 sports， 要有音乐啊，要有这个 art， 然后要学一些 tech 的东西，比如说 programming， 然后要做一些 bio 的 lab， OK， 要去这个医院做一些 volunteering， 然后要做一些 speech and debate， OK， 这些东西。那现在来我重新定义的一个 well-rounded 是什么呢？是你是有一个 direction 的，但是在这个 direction 之下你要有一些 variety， 而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去沾一点点，但是你的时间都不够。比如说某个 club 你也就是一个，你可能挂了五个 club， OK， 五个不同的领域的 club， 然后每一个 club 每一个礼拜去一个小时这样子的，这个叫 lunch meeting。OK， 那现在我希望的学生是怎么样的？你是有个 direction， 你的 direction 在你的 direction 下面，比如说我们说 coding， OK， 那在这下面你可以各种的去尝试一些不同的品种的不同类别的一些 activity， 比如说你的 volunteering 可能是这个tutoring coach 这个younger kids， 那你的 competition 可能是在 robotics 方面，那你的 hobby。你可能会用你的这个 coding skill 去做一些一些 app， OK， 那当然你还有可能会有到 advanced level， 可能会有一些 research，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有一些 sports， 有一些 art， 比如说哎 digital art 又可以跟你的 major interest 有关系，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你在有一个这个方向的情况下，你涵盖了不同种类的这个 activity， 而不是说每一样都其他的每个学科你都去碰一下。这个在九年级可以，到了十一年级以后，这个就不建议了。OK， 那最后的话是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CommApp， 我们大家可能知道说有个 system， 我们的这个 application system 叫 CommApp， 这上面呢有上百所学校，那这上面的这些学校呢以私立学校比较多，也有一些大型的公立在上面做 universal admission。 那这些学校的话，他们对学生的这个 writing 是很注重的，有熟悉的家长可能会知道说，对这些学校的话，在他们用 CommApp， 他们要求一篇大的是650字的 essay， 那很多学校他有自己的 writing supplement。 那我自己进到比较好的私立的，比如说 Rice 像 Tufts 这样的学校的学生的话，他们的 writing 他不光是写得好的，而且他非常的真诚在他们写文章里面，所以这个 writing 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在做 college application 这个 season 整个 season 里面的一个重头戏，
花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多。很多孩子大概从六月份就要开始跟着 consultant 一起写 essay。那这边的话，时间和精力花下去是值得的。OK， 尤其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在这样子的一些学校的话 ，OK，